汉肺炎疫情笼罩之下，股东会旺季也即将到来。金管会主委顾立雄最新研拟股东会的应变措施，鼓励股东采电子投票，降低出席人数，避免造成群聚感染。第二，现场座位采梅花座，距离1公尺。第三，公司可以发放口罩或股东自备口罩进场。金管会最快下将发布股东会开会防疫指引。而过往参加股东会领纪念品，一直是许多股民们的小确幸。但在疫情笼罩下，也有股务代理业者发现，防疫小物成为今年最夯的股东会纪念品。就是只要是抗菌，然后呢能够提高免疫系统，诸如此类商品，其实应该都会受到大家瞩目。今年可能会比较不同于往年的地方，是在于，可能会以商品导向。对，往年的话可能比较受到人家瞩目。在防疫氛围下，不少公司选择赠送清洁用品、干洗手、肥皂等，成为股民们最期待的股东会纪念品。记者叶玉玲、林家宏台北采访报道。